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保全大叔小李。今天我点的是这个21世纪炸鸡，对，但是我点的不是他的炸鸡，我点的是他的这个饭跟米粉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我主要是点他这个手撕鸡哈，这个是高丽菜饭配手撕鸡，那他这一份的话是135，他有配一个饮料，我觉得这个价钱是还好啦，如果好吃的话。那另外，因为我想吃米粉呢，所以我点了它这个炊粉。它这种细的米粉是我爱吃的啊，因为很多米粉是用粗的去炒，这个我比较喜欢细的。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鸡汁甜玉米哈，我一直想喜欢吃这个甜玉米。好，我们都来试试看吧。它没有附餐具哦，所以一时找不到筷子，我只好用汤匙了。OK， 先来吃它的白饭啦，先吃吃看。它的白饭上面也有淋一些鸡汁，有鸡汁的味道。白饭是煮的比较软，不过我觉得还可以。有那个鸡汁风味。来，因为是汤匙哈，我直接把它这个手撕鸡加上这个白饭吃看看。其实它的椒麻香味是不错，不过其实不太辣，其实不太辣，但是还蛮有那个意识到了，对，但是真的其实不辣，配上饭的话是还蛮够味的，来试一下它的配菜哈，这个是它萝卜丝炒海带丝跟应该有木耳，带点咸，还蛮够味的。OK， 试一下它的高丽菜哦，这高丽菜看起来像水煮的。高丽菜完全没味道，没关系，因为它的饭本身有鸡汁。我觉得它这一份应该是整个手撕鸡啊、配菜啊、跟高丽菜哈，还有白饭整个拌在一起，应该会比较好吃一点。我现在把它拌一拌。来，它的米粉，这种细细的炊粉真的是比较赞。口感不错，味道也不错，不会太湿。不过它的口味，它这个米粉呢，并不是走那种酱油卤的那种卤汁的那种米粉，它这个比较像是类似像蚝油鲜味的那一种，还有带点虾米。OK， 我来吃一下它这个鸡汁玉米哈，其实分量没有很多。它玉米蛮甜的，鸡汁也还带一点鸡汁味。OK， 我决定把这个玉米呢加到这个米粉里面哈，因为呢这个米粉本身味道不是很重，好，它不是我刚刚说了它不是卤汁的，那它高丽菜又是水煮完全没味道，所以需要加一点味道进去。来，我刚刚把它这个饭都拌一拌好，变成拌饭哈。来吃看看，其实这样拌起来真的是还算蛮不错的。我觉得就是来了之后，整个直接把它拌一拌就好了，也不用分开吃了，因为它饭比较软，所以其实拌起来就好了。它也没有。它这个手撕鸡加上高丽菜跟它的配菜，其实没有什么汤汁，所以整个拌起来虽然饭比较软，拌起来还是很 OK 的。这个21世纪炸鸡呢，其实说手撕鸡的这个菜饭呢，这样整体配套起来135外送，我觉得其实还 OK。那它的味道，
我觉得其实意识到了哈，椒麻手撕鸡的意识到了。那这个炊粉的话呢，其实这个一份80块钱，其实我觉得也 OK，哎，我还蛮喜欢它的这个炊粉的，只是它不是卤汁卤肉的那种口味哈，这个大家注意一下。那它的鸡汁玉米呢，50块钱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哈，因为分量真的比较少，嘿，它分量真的不多，那50块钱我觉得是稍微贵了点。那这家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，明明它的配菜是可以调味的，可是它的水煮高丽菜却是完全没味道。其实真的是可以稍微加一点盐啊，或者加一点什么，这个完全没味道的话，我觉得配上它的这个炊粉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对，所以我是建议说尽量把它拌在一起吃会比较好一点。OK，这是我的晚餐，拜拜。